到我们这次的行程，所以他们非常的顺利啊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还是要谨代表日本天皇啊，日本天皇啊，他刚打来，我们不在旁边啊，算我代表他好了。日本总理岸田啊，一雄啊，北海道道知事札幌市市长啊，我们啊代表全体的啊这个日本人啊，包含司机啊，感谢各位这一次啊来日本旅游哈，然后刺激他们的经济，活络他们的啊这个啊这个生计。他日本人说，台湾有事，日本有事。如果啊将来有一天